来吃粉咯啊！听说这个粉很出名呐、啊。要不你什么吗？吃大份呢？来来来，都是吃饱吃饱。还差一份，还差一份小的，阿姨。来，嗯，不知道你加油没有？加了。家里这个油很香。很香。这个老粉很香。我去了之后呢，我就带出来。加一点。这个很香。香了，那不像别人。鬼牛啊，要吃一下那个出名的那个老粉。爽的，老哥，来，谢谢你，老哥。还好吧，看看你叫我吃饭，我去。我非得要吃一碗粉，要不等一下吃不下去了。要就没有能尝到这种味道。今天直接干停电了，但是老板、今天给的福利太大了，直接爆单了，在催员工那个加急啊，突然就跳闸了，我们只能被迫停业啊，等到晚一点看一下情况，如果恢复电力的话，再给大家去播了啊。今天那个老板给的福利也很大啊，大家收到货之后呢，如果说这个油品质好的话，给那个老板一个好评，给阿表一个好评啊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如果电力抢收恢复的快，咱们马上再继续啊。爱你恨你，问君是否是大当一白一瘦，转次疑惑，转次牵挂，愿为明日痴心争斗，又有喜又有愁，就算分光清辉少悲哀，情高煞白，梦里空终显已复活够，床前起疑惑，心里有不要慌，来到阿彪直播间，要有就是好。小一个也去啊，赶紧录呗啊，赶紧录呗。小黑刚才去洗脚了，你看，那一个也去。我们都在这里上班，叫小黑没回来。你看，为了契丹，淡了感情，淡了。污蔑我现在，卖单就卖单啊，不扯私人感情进去 啊。小黑，你还差契丹吗？你自己想办法吗？没有，不是现我跟你说，现在卖不卖都无所谓了。现在最主要的是赶紧录屏，家人们。小黑刚才在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准备要开播，自己说要去剪的话，都跑去洗脚。你看，回来的比孙子还晚。就是。到底有啊？到底洗了多久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具体也不懂是吗？你播了，你播了，你播了，明天回去我那个又要跪求一半，二姨上来，你走过后还有二姨在这里哦，哎，来啊，站小姨，没有，现在是小黑的任务没完成，对呀，你还有其他呢，关我什么事？那都把秘密搞出来了，我明天回去我得跪，知道吗？那不是，你看我们新闻师说了，男人出去玩正常，真的正常吗？哎呀，这种姐夫到位哦！老板安排到位。今天都辛苦了啊！来搞个蛋，大三哥来安排我们来。你要蛋吗？不要。要啊！这家辛苦了，这边多搞两碗啊！那就聊比较短一点，所以他不要。啊！崩溃了！多加一点嘛。你看这个料，哎，这个是大料的，这是什么粥来的呢？功能粥，功能粥，功能粥。大三哥这一带我们来吃过了，一天我就喜欢特色，一天这两个字好像就有点内涵哦。具体是哪个功能就自己体会啊。那就连还是两个吧，少一个看 ，Bill 怎么样？哦，功能嘛，我看一下，哦哟，这个肯定是功能啊。咱们大三哥总以为说。不带我们去吃大餐，其实我们最喜欢的。我们去吃路边摊。对，
要去吃这种特色，每个地方的特色是吧？你不要中餐，把我们往那个酒店里面去赶，可以吃。我们就喜欢装修越好越不好吃。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小摊啊，这种特色的地方，我觉得味道，哎呦，很鲜哦。嗯，对吧？很鲜啊。这个是猪杂，哎呀，不会的，很鲜，不会的，猪杂也有牛肉。啊，咱们就先不去了，因为还得赶路。先这样吧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啊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